爸爸，那里我们之前去过。你去过了？啊，之前你带我坐船去那里把东西撕了。有上去过那里了？有啊。是什么时候呢？以前。我4岁的时候就去过。哦，很久了、我都不记得了。我们去过这里，是吗？我跟我妈去过。去过吗？嗯。哪里？这里是这个地方吗？我妈妈去过。跷跷板呢？我要陪你玩。你先来，我来先来。哎呀，这样子好重啊，都上不来。你下来呀！哎呀，后面太重了，吓死人了！吓死人了！啊、哦！你看，姐姐都没优姑那么重。他搭在那里，你都上不来了呢。你看嘞，你都不够重了呢。啊，这样子就行了，这样子上去就行了。哎，优姑给你上去了，就这样，再把脚蹬上来，蹬下，这样你用脚蹭下来，蹭下面。你看，也要大姐姐，这样子，就这样就行了。往后面一点啊，你往后面坐一点，他要下来了，渴了，等一下我们去买水吧。冷死了。你都不够高，你玩得了咯？你等下你别摔跤了不？爸爸，你看我单脚。有，真厉害。四个的眼睛给转动了，真厉害啊！停不下来了，快点刹车！停不下来。猫会觉得好。停不下来。他们两个会停的。我俩到那边那里去，带他去领花花去。就在那里。好，站在上去那里啊。在那里领花花。别看着你啊！好，我不看你，看你。啊？看他。好看他们两个，不看你。拍到你的丁丁就二号。哎呀，我不看你了，我又不想看你尿尿。奶，我到这里来，不看你。到那里了，看不到了，你看不到了，快点。他肯定看得到。看不到啦。走了，回去了。走了，还没玩够啊？没有。走了，我走了吧。走了，我们走了。那你在这里玩好吧？过去一点点，如果过去一点点，没有，
嗯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就行了啊。不可能买它，不可能。又赔了。那我跟你跑吗？没有谁跑了。土豆。说第一名说先偷懒的时候，说先的那个土豆，我就管他是长着。还有我吗？没有。那么，我。你走了吗？啊！哦，谁是你是？我也不是。你这个鬼是，你这个不是吧？哎，乖乖，你是。还有曾祥泽也比试。我买，你看我这个。他是这样子比试不帅哦。我这样子比试你，我也是。哦，你这样子比试，你这样子不是比试，这样子才是比试对。这个不是比试对不对？这个才叫比试对。这个不是。你去哪里？你不拿你的东西啊？啊？嗯，来拿三个袋子装吗？各装各的吗？各装各的啊！别搞忘了。来。这是哪个嘞？这是小灰的。我清楚啊！来。这我也清楚啊。好了没有？好了吧。走，带他们到车上面去。我要一个钳子。等一下去。走。我想要钳子了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不要啊。要那钳子干嘛？家里面有。有没有？有，让这个铁锤干嘛？走。走。不要那个，你又不烧火，你要那个来干嘛？那个是刚好用的，也可以刚好用啊。哎呀，这里又没还那么冷的天，太冷了。我们穿外套了。嗯，走。穿外套那不冷气了。该，等你穿外套先。那不是穿了吗？没有穿进来。这个就是。没有穿水鞋来。走了吧。妈妈说不用带水鞋。啊啊。爸爸。嗯。我妈妈说不用带水鞋。不用带水鞋啦。我妈妈说过了。乔薇，你妈妈说要带水鞋去赶海吧。不用啊。嗯。那你赶去赶海吧。那你的鞋子湿了怎么办？我们又不踩水哎呀，这没有踩水。没有踩水啊。嗯。那不能捡那个皮壳吗？要钳子。这石库，赶海要用开了，打开了，我也可以。赶海要用钳子啊！爸爸，你看。哦哦，打开了。爸爸，阿宝，赶海要用
不你看我也、嗯、我也进去。你又不敢去赶海。我上次都能去。上次都能去。这里冷冷的，下个星期我们再去赶海，好吧？那里风好大，好吧？好吧？下个星期我们再去。这个零食啊，我拿的，那你干嘛放这？放下的我呀？我非要放。奥特曼呢？不要奥特曼。哪个奥特曼呢？不要奥特曼。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嗯，哎，准备没？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把